你是愿意告诉我妈，我就嫁给谁？要车，要房，要彩礼。什么？你妈都这样了，你还好意思给我提彩礼？我如果娶了你，岂不是多个累赘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难道就因为我妈这个样子，你就要跟我分手吗？我也不想跟你分手啊，但是现在我照顾她不可能。这样吧，我也不好意思做绝，你准备好我把嫁走，那就把你妈走，没有的话，你看，知道吧？安妮，要不愿意照顾我妈吗？是我。他们都是这样的人。西西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，这是我这么多年攒下来的积蓄，你快拿去给阿姨看看病吧。你是真心喜欢我，还愿意跟我一起照顾我妈吗？是的，我愿意啊，不管以后啊你们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照顾你们的。妈，小伙子你人品真好，以后啊你就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了。阿姨，原来您没事啊？我当然没事了，刚才呀是为了我女儿的幸福做了个小测试，恭喜你成功了。妈，你看他弟怎么改，他外甥了，我跟西西啊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了，真是不算我来。